7月23日，郭富城老婆晒出一段健身动态，作为两个孩子妈妈，方圆的状态简直不要太好，纤腰细腿全程抢镜不说，整个人还表现得元气满满，单从身材和活力看，说是少女都不夸张。方圆目前已为郭富城生下两个女儿，这次她还罕见谈及了当妈后的变化。她自曝生完孩子后抵抗力下降，还有掉头发的困扰，只能说妈妈们确实很不容易啊。之前呢，我真的有一点掉头发，抵抗力下降，因为生完宝宝之后是没有之前的好，每天精神好呢也是特别重要。就像我们有时候睡不好啊，带孩子啊太累了。觉得30以下的女人呢，特别是生过孩子的，衰老的真的会快一些，所以大家要学会自己保养自己，像一些日常护肤啊、健身啊，还有内调啊，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。不过通过看她目前的状态，身材颜值依旧在线，活力也不输妙龄少女，真的让人很羡慕哦。